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.2 卡池新角色立绘时间确定 5.3 双女五星登场后台女冰法太香了 5.2-5.4 卡池强度超模三神接连 UP 冰女技能曝光火神队友来了。原神娜塔 5.1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希诺宁、小草神纳西达等角色也即将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除了人权卡希诺宁的登场外，后续卡池火神、马威卡、宪特拉利等角色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有关于5月2日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恰斯卡，同时还有一位新四星角色欧洛伦陪跑。复刻角色的话，则是之前提到的流浪者、温迪、湖人，也是目前说法较多的版本。有关于 5.2 卡池新角色立绘公布的时间是 10.7 日，距离现在也就5天左右的时间，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。而说起后续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消息还是比较多的。 5.3 作为海灯节版本，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会登场，两位都是五星角色，同时还会有海灯节的新皮肤上线，就是不知道这次会是哪个角色的新皮肤了。据说第二期璃月的混池也会在 5.3 版本开启。复刻角色的话，钟离虽然长期未复刻，但是双神同卡池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，大概率在 5.4 及后续卡池才会复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 5.3 卡池的火神和茜特拉利两位五星角色的机制定位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茜特拉利是冰盾后台角色，可以后台挂冰，看样子大概率是个盾斧，给火神打融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，这算是火神钦定队友了。至于火神的定位，目前来看则是偏前台较多，不过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娜塔 5.1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接下来则是新五星角色希诺宁、小草神纳西达等角色的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5月2日恰斯卡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5月2日卡池新角色登场的消息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2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，也就是最近一直提到较多的风系成女恰斯卡和成男欧洛伦了。其中有关于恰斯卡的剧情还是比较多的，欧洛伦的话出场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了。而说起 5.2 卡池两位新角色立绘的公布时间也已经确定，预计在 10.7 日公布5月2日卡池新角色的立绘，至于是不是恰斯卡和欧洛伦也并没有确定，基本上都是网传，所以说到时候会不会翻车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距离5月2日新角色立绘公布也就不到一星期的时间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预计在11月8日日的晚上8点左右开启，不过距离现在还远就不多说了。至于 5.3 卡池则是双五星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登场，其中茜特拉利的定位据说是五星冰系法器后台盾，当然了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